跑，同学！同学别跑，同学！同学！的确看到他往这边跑了。喂，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幼之奇，对，我就是你的偶像。幼之奇，啊，不是，你们这些私生饭真的是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干吗？追我都追到男厕所来了。谁追你了？再说，这哪是男厕所呀？这是女厕，好吧？女厕所，这明明就是……知道作为一个明星，天天被你们这些女粉丝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吗？所以，你就在女厕所里躲女粉丝？我怎么可能会在女厕所里躲女粉丝啊？那你现在就在女厕所啊？不是，我怎么就跟你这个粉丝就解释不明白了？我懂，我懂，我懂，我知道，你们明星嘛，平常压力都很大，所以有一些艺人。就有一些小癖好去释放压力，比如说什么暴露癖啊、偷窥癖啊，或者什么进女厕所癖啊。你要干嘛？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知道你们这些女粉丝很辛苦，喜欢我呢又极少有机会跟我近距离接触。所以你才说出这些话，来吸引我的注意，对不对？啊！你已经成功吸引我的注意了，就让这个成为你记忆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吧，回去好好保存。但是你要记住，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在这边见过我。这是我们的约定，嗯。这是我们的约定。变态呀！大姐，这楼道里这么多阴凉地儿你不待，你非跑到这太阳底下来，还打把伞。你是有多想告诉别人你是个奇葩呀？你敢说我是奇葩？我可是红了整整十年的童星 ，Clarence 区。Clarence 区？嗯，没听说过。你居然没听说过我？啊，你一定是因为我这身衣服才不认得我。好，那我郑重的说明一下，我这身衣服绝对不是从外买的，而是法国南部著名设计师一生性的扭曲为创作灵感，熬瞎了双眼制作而成的绝版。反正说了你，你的法国南部设计师是个中国人吧 ？Don't touch me! You are so rude. Step back. Am I rude? Are you kidding? The real rude is who takes the public seat. The real rude is speaking louder in public place. You are the rude one, only. Remember to pick up the tab.他是不是用英文骂我了？不行，你给我用英文骂回去，快点！我奶奶，您一共就骗了我俩小时，时间刚刚好。您英文的事儿，我自己查吧。我先走了。
现在开始登记，每个专业去相应的教室备考。嗨，又见面了。音乐剧是在这儿考吗？对，没错，就是在这儿。啊，谢谢啊，你跳舞真好。我最怕跳舞了，我四肢都不太协调。没事，要是我们两个能够一起顺利通过考试的话，以后就一起跳吧。好啊好啊，我叫程明，我叫艾米。不就乱蹦，有什么好的？乱蹦的也比某些十八线素人装明星强。你胡说什么呀你？有谁起来了？妙之心你好，我就是八岁就出道的童星戚诗韵。又见面了，私生饭。我不是你粉丝。记得我们的约定。你们俩认识？啊，你们俩还有约定？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的约定呢？我扔掉了，谢谢。你敢丢掉我们的约定？你们的约定到底是什么呀？我们没什么约定，真的。而且我真的不是你的粉丝，你看，真的没有。啊，等等等等，等等，我正考证呢。你别急，你再好好找找。底下，哎，你们的约定是准考证还是一级一考？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你就闭嘴吧你！你不是在这儿了吗？你想想，你是不是去哪儿了？丢在什么地方了？你看我干嘛？你可不要乱说话啊！程明。啊，到我了吗？这是你的准考证吧？啊，是是是，谢谢学长，你在哪儿捡到的呀？在你被记者追的时候，不小心掉了。啊，谢谢啊，学长。不用客气，准考证很重要的，一定要保存好，丢了很麻烦。啊，那你好好准备。嗯，好。下一个，陈潇。到。跟我来吧。真行，这人参鸡汤啊，给我们家成名补补，考上清北指日可待了。等等，加多少来着？这脑袋真是严什么呀？今天是艺考日，有传闻称当红艺人佑之奇也会来参加星语学院的艺考。哎，同学你好，你一定是佑之奇的粉丝吧？请问你也是来参加艺考的吗？想采访你一下，是因为听说佑之奇会来参加艺考才来报考星语学院的吗？啊，我是时讯随拍的记者，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请你说两句吧。成明，为什么要选择音乐剧？因为我的梦想就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加油！你真的把我们的约定丢掉了？我在备考，不要打扰我好吗？是因为我才来艺考的吧？这位大明星，别自恋了好吗？我来艺考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来艺考是因为我的梦想。因为我的梦想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对吧？那你呢？是吗？你的梦想是什么？你都已经是大明星了，干嘛还来艺考？为了给你们证明，你们的偶像是可以凭实力获得大家认可，不仅仅是靠流量。佑之奇，到你了。